宋宰宰府他在位置上的时候，他们每次升官也有赏赐，这就是我以前提到的宋代的这个官员呢，差遣和官职要相分离。他们做的差遣做的具体的事情是宰相，但是他们官是可能级别更低。那么宋代呢，尊崇宰府的另外一个措施呢，就是他们在那个宰相的位置上的时候，升官升得很快。这个是宋代特别的。我们今天呢，以为呢宰相就是他的官，其实宰相不是他的官，宰相是他的这个做的事情。他官员是另外一个系统，升官也升得很快。那么宋代尊崇宰府的一个更重要的另外一个措施呢，叫做荫补制度。荫补制度，荫补呢又叫恩荫，又叫任职，又叫蒙荫，又叫四赏，这个称呼很多。那么这是朝廷呢根据官员的职位的高低，直接给他们的子弟，给他们的亲戚，给他们的这个门生门客授官。也就是说，朝廷根据宰相啊副宰相他们的级别的高低，就让直接让他的家里的这个儿子啊侄子啊啊或者外甥啊直接到朝廷做官，而且这都是有名额分配的。那么北宋初年的时候，朝廷呢就推行这项制度，这项制度就前代也推行，但是宋代呢这项制度呢，这项制度呢就是扩张了，膨胀了，就是宰相的子弟们呢更多的可以通过他父亲所官的位置可以进入官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好像是裙带风，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是在古代那是制度允许的，就必须这么做的。那么到了宋真宗以后呢，朝廷在这方面已经比较形成了固定的制度啊，规定了什么级别以上的官员呢可以呢每年或者每三年可以带一个子女或者带一个亲戚进入官场。那么这个制度最大的受惠者就是宰相了，宰相和他副宰相，他们在位期间或者他们离开以后，他们去世以后，他们的子女子弟都会得到这项制度的照顾啊。那么这个照顾的人数之多，后来也造成这个官员的宋代所谓的荣光，就是许多官员呢有官但是没有事情做。那么宋代这个宰府子弟出来做官啊，有时候一进入官场啊，这个级别就很高啊。说宋太宗的时候，卢多逊做宰相，他的儿子呢进入官场呢，通过恩荫制度进入官场呢，一开始就做水部员外郎啊，以后呢就成为一个制度，就是宰相的儿子进入官场，从水部员外郎这个级别开始做。水部员外郎是个什么级别啊？是从六品，这个级别是非常高了。朝廷到五品的话就是高官了。我们现在看经常这个老百姓说七品芝麻官，七品是县官，县官其实也不是芝麻官了，那个从六品就比县官县长还要高个级别。就宰相的儿子没有任何功劳，没有任何才能，甚至还是小孩，一进入官场级别就比县长就要高一级了。那么后来一个宰相吕蒙正，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老是坚持意见一定要太宗听从他的这个吕蒙正，吕蒙正他是状元出身。那么吕蒙正呢做宰相以后呢，他就提出来说，我科举考试出来，我状元出来，我做官是从几几开始做的，我是从九品开始的，我进士状元出身，我从九品开始，我儿子什么功劳也没有，一开始就是从六品，那也太不，那不行。所以呢天下好多有才能的人呢啊，没有机会出来做官啊，白白呢这个浪费掉。现在呢我们这些子弟呢有这么好的一个待遇，
太不公平了。所以呢，说我的儿子呢还刚刚抱在手里，生出来还不久，就做个朝廷的这么高的官，就得到了这样的恩宠，不好。所以呢，我请求呢，朝廷呢，那么简把这个制度呢加以修改，啊，不要让我的儿子呢做这么大的官，啊，还抱在手里的小孩婴儿就让他做这么大官，不要这样，啊，以免我的儿子呢遭受天谴。这个吕蒙正说的很有意思，说我这样做呢，我是为了避免让我是我的儿子呢遭受上天的惩罚。一个小孩抱在手里什么也不知道就做大官，啊，而人家那些人呢辛辛苦苦考了一辈子，有时候考不上的还做不了官，啊，这样子的话，这个小孩子是会受到上天的谴责的。说请求朝廷呢改变制度，不要这么做。皇帝太宗呢接受了吕蒙正的意见，从此宰相的儿子呢也受九品京官，也就是说更新科的状而新科的进士一样，啊，到了宋仁宗的时候又对这个制度呢做了一些限制。那么无论怎么样限制来限制去，宰相呢在这方面还是受到了很大的照顾的。那么像刚才的这个介绍的工资是吧，赏赐，还有呢子女出来做官，都是很具体的一些呢宰相得到很具体的非常大的好处的。那像这个宰相站的位置排位什么，这是一种形式上的。那么形式上的这个尊崇措施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宋代允许宰相和他的副宰相们骑马到宫廷里来，就其他的人到了宫廷一个地方，我们是清朝现在还留下来叫下马使，到这个地方其他的官员都要下马步行进去，但宋代规定宰相副宰相可以骑马走过去没有关系。这样的话宰相副宰相呢一个的是可以呢就是减少疲劳啊，一般认为宰相副宰相年龄呢也稍微要偏大一点啊。那宋代任命这个官员的这个年纪轻的也有很多的，30多岁出来出任这个职位的也有，啊，宋代因为提拔官员是这个皇帝说了算的，有时候官员升官升得很快的，是吧？做到国务院总理这一级呢，30多岁有的，啊，但是呢，做到宰相这一级，一般年龄都要大一点，一般的来说，都会在40多岁以上，50-60岁、70来岁都有，所以呢，允许骑马，一方面呢是照顾他们身体。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显示他们的地位与众不同。那么这又是一个制度。再一个呢是追封祖先，任命你做宰相以后，你的祖先也都要这个呢封官。有些宰相的祖先呢没做过官的，或者做了官做的级别比较低的，朝廷都要追封。这个追封的制度相当于我们现在什么追认为什么革命烈士，追认为什么中共党员，这个做法有点类似。但是他那个宋朝追封呢是追认他，这个把他追他封他更级别更高的官，是追封祖先，一般呢他的父亲他的祖父都要被追封的。这是第二大类，就是说宰相他们在位置上所得到的这个好处，所得到的尊崇。那么第三大类呢是呢离职以后，宋代宰相我在上一讲提到，一般他任职的期限是3年，啊，3年以后皇帝一般会让宰相到外地去做大官，啊，去做某个省的省长啊，做某个地方的这个省长兼军区司令啊等等，会把他们派到外地去做官。那么他们离开自己的职位，离开职位的时候，有时候不是说皇帝不信任他们了。反正是宋代的皇帝呢他要调换人来用呢以便呢自己控制局面。那么宰相他们离开位置的时候，朝廷一般要对他们要升官加级，除了升官加级以后呢，那么这个升官加级呢也是一个有演变的过程。在两宋的整个发展过程呢，升官加级呢是官越升越大越升越高，啊，
就是说原来宰相李子以后升的一个官的级别呢，到了后来这个级别变化变得越来越高。那么这是一种这个待遇。那么还有一个待遇呢，叫宋代的叫授毛钺，赐御司。毛钺什么？毛是牦牛，牦牛的尾巴做的一面旗啊。钺呢是这个斧子，就是一种兵器，这种兵器。毛钺呢，这个毛，这个旗子和这个兵器呢，这时候呢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代表。皇帝把这个东西送给你，赐给你，将来你出行的时候，我们现在在这个看见这个电视剧拍的这个古代官员出行的时候，前面有好多仪仗队把东西拿起来背起来，是吧？那么这个东西呢，皇帝送赐给你的毛钺呢，就会做可以做仪仗队使用。那么一旦仪仗队前面举着这个毛旗，举着这个钺，就表明呢你是从宰相位置上退下来的，是吧？你这个时候出行，这个仪仗队的规格与众就不一样，这是一种。再一个呢，叫赐御诗，皇帝写一首诗歌送给你，表示对你的感谢啊，或者表扬你啊，啊。那么这首诗歌呢，会成为这个宰相家里边的一个很大的荣幸，啊，他们一般要把皇帝的诗歌呢高高的挂起来，或者呢把它非常好的保存起来。这个制度呢，也是逐渐建立的，说是宋朝第三个皇帝宋真宗，这个副宰相叫李治。李治呢，因为呢眼睛有病，眼病，那么就解除了他的职位。解除他职位的时候呢，皇帝就赐给他毛钺，牦牛做的，牦牛的尾巴做的旗子。这个牦牛的尾巴在旗子上做的是装饰，啊，叫毛旗和符钺。那么李治呢就推辞，说这个太，这样的这个赏赐啊，恩典太厚了吧，我担当不起。但皇帝说，这样的做法呢，其实从唐朝就开始就有了，我们宋代呢，就是我们这个朝代呢，这个制度呢没有延续下来，但是现在呢可以从你开始。同时呢又给他赐给他御诗，是给他写一首诗歌送给他。那么真宗以后，这样的做法呢就成为制度。那么这是他去职以后的一个做法。第二个做法呢，就是宰相退位的时候，朝廷呢也要给他的赏赐钱财。我前面提到呢，宰相任命他的时候，到宫廷里面谢恩的时候，朝廷要给他很多钱赏赐。而朝廷宰相退位的时候，宰相这个朝廷呢要再次的赏赐他，不仅赏赐他，而且呢这时候呢又要把他的子弟呢录取做官呢，又录取一批。他在位的时候根据恩荫制度，他的子弟都可以出来做官了，已经出来了。那么等他退位的时候再录取一批，当然宰相没有这样多的子女，没有这么多的子女呢，他的亲戚都可以，他的亲戚都用完了，他的亲信也可以，他的门下，就甚至宰相家里边看门的人有时候也被任命为做官的啊。在工资待遇方面，也尽量给退休的宰相以好的照顾，啊。说宋代呢，这个宰相张士逊退休的时候，朝廷特别发布诏令，工资呢还继续保留三分之一的工资。因为我刚才讲到，宰相的工资这个数量太大了，三分之一已经是很大的数额了，嗯，并且呢。朝廷规定呢，说他出入可以打着这个伞，这个伞呢我们也看过，不是我们现在下雨的这个雨伞，它是一个顶盖，也是一个身份的这个象征。再一个呢，说这个张士逊这个退位的时候呢，让他的一个儿子，特别升他儿子做五品官员，五品官员已经是高官了。那么这是还有一部分呢，宰府呢，他们去世的时候呢，这个朝廷的赏赐呢就特别丰厚。举个例子，宰相王钦若去世的时候啊，他病重的时候，朝廷就特别赏他白金五千两。他死了以后呢，又给他赠他做太师中书令，
入他的亲属亲信20多个人做官。那么宋真宗景德时候，宰相李翰去世，前面也是这样，也是先赏赐白金5000两。他去世了以后呢，又入他的3个弟弟、1个儿子，以及他的外甥和他妻子的兄弟，都让他们呢赐他们进士出身。那么再讲到副宰相，宋仁宗的时候，副宰相仓之政事呢卢宗道去世。那么在他病重的时候呢，是赐白金3000两。他去世以后呢，把他赠送他兵部尚书这样的官职。这个是呢，宰辅们呢病重，或者这些宰辅都是已经退休了的宰相、宰辅啊，他们呢这个病重和去世以后呢，朝廷呢也有重大的恩典，许多许多的赏赐啊。这个赐的白金呢，金呢一尺就是3000两、5000两。这项措施叫同意军国大事，同意军国大事。虽然同意就是共同的这个参议，共同的参加讨论，什么意思呢？说你作为宰相，虽然你已经退休了，但是呢，国家碰到什么重大的事情的时候呢，我要把你请回来，一起与现任的宰相呢参加一起讨论。这呢，尤其是对于这种措施呢，对两类人呢特别有用。一类呢，就是皇帝特别信任的宰相，虽然你年龄大了退休了，皇帝呢还是要你参加朝廷的大重大事情的这个讨论，有点类似于今天什么顾问委员会啊。那么这一类，再一类呢，是有一些宰相呢得到皇帝信任，退休的时候呢年身体还比较强健，是吧？不过年龄到了退下来了，这时候皇帝呢也要他们参与意见。皇帝会特别下布诏令说，这几位宰相退休以后，朝廷重大事情一定要征求他们的意见。比如说我前面提到这个吕夷简，吕夷简罢相以后，宋仁宗这个皇帝就发布诏令说，以后军国大事都要让吕夷简参加讨论。那么这样的一种制度呢，后来呢发展成为呢，就出现了一些特别的这个称呼官职，叫做平章军国事。平章军国事就又设立一个职位叫平章军国事啊。平章就是讨论，参加讨论叫平章军国事，就国家的军事啊、政务啊、大事情，平章军国事。就宰相退休以后，你还可以做平章军国事，那么以平章军国事这样的身份参加朝廷的这个正式的处理。朝廷规定呢，碰到国家机要重大事情，平章军国事可以直接参与。那么这样一种平章军国事的设立啊，就后来为这些这个把持权力的这个宰相啊，像独霸权力的宰相呢开一个方便之门。因为这个独霸权力的宰相啊，他做宰相做到呢退休以后呢，他还以平章军国事的身份呢来操纵朝廷啊。那么再一类，就是朝廷如果举行什么重大祭奠活动，因为古代古人啊，这个崇拜神灵是吧，这个追思祖先，他们有好多这个朝廷的重大的祭奠，这个祭奠对国家来说也是个大事情，是吧？祭拜天地啊，祭拜祖先啊，这些祭奠的时候，一般要让退休的宰相回来站在重要的位置上啊，这样也是一个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那么这种重大典礼的时候呢，这个退休的宰相们，他们也不仅在位的宰相们得到很多的赏赐，退休了以后的宰相同样也会得到赏赐。最后一项，宰相们呢去世以后，他们会得到呢厚葬，就朝廷会把他们那个治丧啊，成立的那个治丧委员会会把他们的丧礼啊办得非常非常隆重，朝廷呢以此呢表示恩典。举个例子，熙宁8年，韩琦去世，韩琦可是三朝老相啊，是吧？宋神宗听到这个韩琦去世的消息以后，第一是发布诏令呢，朝廷停止办公3天，以表示哀悼啊。第二呢，是在宫廷皇帝的后花园，这个举办呢这个
悼念活动。第三呢，是派自己信任的这个宦官到韩琦家里边，赐给他们家里银和绢各2500，就是银2500两，绢2500匹。再呢，朝廷还任命了这个内廷的宦官和外面的一些官员，专门任命了几个人，这几个人不是治丧委员会，而是这几个人专门为他家里办丧事呢跑腿的，就指命你这些人给他跑腿。宋神宗本人亲自给他写墓志铭，是写神道碑，写碑文。追悼会举行的那一天，皇帝亲自到场哭，表示追思。除了这样，一般的说宋代这个宰相去世的时候啊，皇帝都要，刚才举了一个呢，韩琦去世宋神宗的做法。那宋代宰相去世呢，一般朝廷都要这样一系列措施，朝廷停止办公，停止办公相当于我们现在下半旗追哀悼一样的，朝廷停止办公啊，皇帝指定专门的人给他家里办理丧事，皇帝给他们赐钱财，那么追悼会当天皇帝到场在那里哭表示哀悼等等，基本都有。那么这我刚才介绍的这一系列呢，都是宰相退休以后的，基本上已经成为常规的一些做法，成为常规的啊，赐给他毛钺，赐给他玉丝啊，那么让他同意军国大事啊，让他们陪在这个祭典大礼里陪在身边啊，或者去世以后举行厚葬等等，都是已经成为制度了。还有许多没有成为制度的啊，皇帝一高兴就要做的啊，如果皇帝特别喜欢这个退休的宰相，有时候呢就会有些临时性的这个措施出来。皇帝有时候会想到这个退休的宰相，突然想到这个退休的宰相，立即派一个人说给他送多少钱过去，这也是一种特别的尝试啊。甚至对已经去世的宰相的家庭和他的坟地，皇帝有时候都要呢关心备至。比如说北宋一个宰相叫吕端啊，我们熟悉吕端，说吕端大事不糊涂，这个人做宰相做得也很好。那么吕端去世以后呢，他的儿子呢不会打理家务啊，所以家里呢家境呢败落得很快，家里的钱都没有了，家道中衰，家里边呢这个后来就快破产了，他的子女呢就必须要把家里的住宅卖掉来维持这个家庭生活。那么在这样的事情呢，皇帝知道以后，宋真宗派人说从内库，就从皇帝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仓库里边，公库里边取500万钱，这个钱的数量很大，取500万，可见宰相住的房子应该是这个占地规模很大的啊，挺豪华的一个宅子啊，他儿子准备把这个宅子卖给人家来维持生活。真宗说从公库里边取500万钱把这个房子买过来再送给他儿子，还是让他住，其实就是送500万给这个吕端家庭啊，说把这个啊，这个当时这样的吕端，这个他的儿子已经把这个房子已经卖给人家了，这个皇帝命令呢就从公库拿500万把这个房子买回来，重新送给他儿子。后来呢再次发，又这个皇帝重症啊，又再次的发布政令，把房子给送还给人家以后吧，买过来送还人家以后啊，皇帝又发布到诏令说这个吕端儿子在外面又欠了多少债啊，国家全部把他付掉。再举一个例子，三朝老相赵普，那赵普死了以后呢，后来呢赵普的妻子也去世，赵普妻子去世以后呢，家里边就开始呢大家这个子女们争夺家产就乱起来了，这是一个家庭的家务是吧，私事，就是这个宰相死了，宰相的妻子也死了，下面子女争夺财产吵起来了。这个时候居然皇帝专门派一个人说替他料理家务，
还有宋真宗。刚才讲到宋真宗，宋真宗呢，那个把宰相王旦的坟墓周围的一些田产全部把他们这个租税啊都给免掉，免掉呢，让他们呢好好的照料王旦的这个墓地。那么宋朝这个对这个墓地旁边的租税免除啊，这个古代封建这个做法是它是有用意的。一般的来说，皇帝皇陵皇帝所葬的地方，这些地方的这旁边的住户呢，这个租税都要免掉。为什么呢？因为你要不免他们租税的话，租税过重，碰到灾荒年月，他们交不了租税，他们就逃掉了。逃掉以后，田地就荒芜了。田地荒芜了以后呢，皇帝葬在那个陵墓啊，就越来越荒凉，越来越荒凉，越来越破败，没人管了。如果把这个租税这个免掉以后，这个地方的住的人呢就不会离开，是吧？这些人等于呢就成为这个皇陵的守卫者。宋代呢把这个措施呢用到了宰相身里，用到了宰相身上，把宰相坟墓周围的田户的这个租税也给免掉。像这样一些零零碎碎的朝廷这个颁这个尊崇宰辅的措施啊，是非常非常多。那么宋代呢对宰相的有一项措施经常被人家提起来的，就以前的宰相啊是可以坐在那里跟皇帝讨论事情的，那么宋代呢把宰相的这个座位撤掉了，让宰相站在那里跟皇帝讨论事情。人们呢认为呢这样呢好像对宰相不尊重了，事实上这个做法呢只是皇帝为了突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因为这个事情呢也是有个背景的，说宋代呢刚刚建国的时候用的这个几位宰相都是后周的老相，他为了让这些老相呢，这个老的宰相，老的朝廷的宰相表示对新皇帝的尊崇，有一次呢就等他们呢讨论事情的时候呢故意呢把位置给撤掉，让他们进来呢讨论的时候发现没有地方坐了，就站在那里了以这样的做法，这种做法呢后来就成为定规。那么这样的做法呢只是当时呢开始的时候是对待后周的三位老宰相的，后来成为定规以后呢就沿留下来了。这种遗留下来以后呢也并不影响宰相的声望地位和他的权力的发挥与作用。好，这一讲就介绍到这里。